多人都说，说我们分手是不是真的？对，就是，对我们分手了。艺人小贤2020年8月大方认爱金刚，两人交往1年多，11日突然宣布退回朋友关系，引发外界热议。而昨晚小贤在脸书晒出独自坐在海边看海的背影，在照片附上蓝色系的表情符号，包括爱心、书本、海浪、冲浪、天使等，似乎想表达自己的心情就跟大海一样开阔平静。po 文一出，网友纷纷留言打气送暖。而昨天也刚宣布分手的杨秀慧留言称赞小贤好美。我要宣布是说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喝酒了啦！哎呦，杨秀慧15日抛出与白云十指紧扣照，写下“我们在一起了，恭喜我们吧”。不料相隔不到一天，随即拍影片撇清两人关系。谢谢大家了，哦、然后男明星来给一平安分手的照片，做一个最后的澄清呐。啊，无代志袂收煞。好啦，无论是小贤或秀慧姐，不管单身或有伴，都一定要幸福哦。